桂林时间，毕加索1932年作品展，从2017年10月10日到2018年2月11日，毕加索1932年作品展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汇集了毕加索在1932年的重大杰出作品，不仅有著名的私人收藏，还有许多关于作品创作时的文献资料。这次展览由毕加索博物馆和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合作举办。在毕加索的整个创作生涯中，1932年是他的高产年，创作对他而言是记录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也表明生活与创作两者之间的必存关系。下一期我们会专门欣赏在这次展览当中出现的由摩纳哥纳麦德家族收藏的一部作品。惠宁时间，法国巴黎。